了解手机真实价，不做商家代言者。大家好，我是婉婉，一个在华夏北开公司做二十的零零后女孩。想了解二手行情，那你就关注我吧。我在飞扬市场，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，人山人海呀。先看一下准备打包的13PM， 有锁的，有无锁的。有锁就是卡碟机，无锁的话就是正常插卡机用的，随便升级，随便折腾。这台128G 有锁，充电个位数，成色呢基本充新。目前的二手机行情，这种有锁无锁差价在1000左右，像这种高端机型，这一台咱们是4000多就搞定了。再过来打包一些无锁12 Pro， 3399，外版单卡的是不需要开卡槽的，只有14系列是需要的，即插即用，随便升级，随便折腾。这些呢都是老板提前给咱们准备好的，都是一些98新的亮机，电池在90以上的，直接拿货咱们只干外观完美，全装就可以了。但是之前我忽略了一点什么呢？就是电池效率。我发现电池效率高真的是格外享受，贵100甚至贵200、贵300都有可能，依然非常的享受。最后呢，咱们来看一下国行的14 Pro 的资源机，终于是来了呀！这个价格的话，我估计外版全部都要凉凉。最高配的 ETB 居然比全新的便宜了3000多，真的是不可思议啊！好了，以上就是华夏北最新的行情，希望可以加收藏、点关注不迷路。